这才是吃货。叮叮叮，小朋友，哎呀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啊，这个。哎，哎我，啊咋了？哎我帮你拿一下，我帮你拿一下，我怕要掉。来，哎呀，哎，拿个纸条过来，哎。他这是要干嘛？别人都还没吃呢。哎呀！大哥，懵了吧？老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对不起了。